这个螺蛳粉满满的一大碗，配菜特别多，小菜很好吃，酸笋、腐竹和这个豆子、木耳什么的，粉非常的软，很好煮哦，很 Q 弹的感觉，味道非常好，它里面那个螺蛳粉的料很好吃。味道很正宗。美味螺，你知道我的助理吗？我的助理一天吃两包，两万、一、三万、四万。行啦，可以自己去调节。太好吃了，快留一下。这个红衣千层面包，给孩子拿来当早餐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，配上一瓶牛奶，搞定。这款面包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箱了，真的超级好吃，而且它一条是很大一条的，我一个人都可以吃饱。它的面包是很松软很可口的，看这手撕很松软，非常的好吃，我吃了好多好多了，很推荐你们买。蜜的手撕面包是真的特别好吃，我让孩子给你们尝尝吧，因为孩子喜欢的一般我们大人也都会喜欢。好吃吗？好。妹妹好吃吗？好吃。其实在拍这个视频之前吧，两个小孩子其实已经吃了一点了，想吃就可以再拿。真的一条的话两个小朋友一下子就吃完了，我刚才大概吃了这么多吧，剩下这么多他们俩吃了。入了两个颜值特别高的亚克力收纳盒，摆在家里不管装什么都很好看，关键是质量特别好，又厚实又通透，平时用来装化妆品、装面膜、装水果、装零食都很不错，收纳整齐，桌面再也不会乱乱的了。